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。得益于宜人的气候和美丽的风景，加勒比海湾群岛已成为理想的度假胜地。今天再分享一座位于加勒比海西南部的私人岛屿 Half Moon Cay。 Half Moon Cay 位于洪都拉斯瓜纳哈岛附近，离海岸仅有两英里的距离，而离岛三英里处设有机场，提供国内和国际航班转机服务，使得这片与世隔绝的天堂变得轻松可达。占地 9.2 英亩的 Half Moon Cay 拥有令人陶醉的白色沙滩、500多棵高大的椰子树以及清澈的绿松石海水。超过一英里长的小径穿过棕榈树和异国情调的植物，为游客提供了宜人的漫步之地。漫步海岸线，沉浸在美丽的白色沙滩和清澈的海水中，让人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。岛上的住宅设计精巧，以大型甲板、拱形天花板和红木种植园百叶窗和地板为特色。其中宽敞的主住宅高出地面12英尺，由75个混凝土桩支撑，分为三个独立的部分，总面积超过3200平方英尺。另有两处大型客房，面积分别为900平方英尺和700平方英尺，都配有带顶棚的甲板，可欣赏到海滩的美景。这三处住宅共可容纳8至10人，而岛上还有一处带180英尺码头的船屋，以及私人白色海滩等设施。此外，岛上还配备了一个码头、一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、几个储藏室、一个车间和一个货运电梯。电力由瓜纳哈岛的水下电缆供应，三台柴油发电机备用。水资源充足，除了当天超过7万加仑的蓄水池外，还有通往主岛的水管。Half Moon Cay 由同一家族持有近40年，拥有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度假体验，是投资者和度假者的理想选择。该岛为永久产权，目前正在出售中，售价为900万美金。感兴趣的话，欢迎私信咨询。我们下期见。